那相关的法源，以及应该怎么发放的软体设计等等各部位，正在盘整预算的编列，都必须要有很严密的作业。我们现在密集在进行中，一定案后就会经由行政院会通过，再送请立法院审议同意。我们希望开春以后就能给全民一个新春的祝福，但这些都必须要有绵密的作业及立法院的同意。那不需要在经修法程序，我们也特别让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的民众能够得到及时的温暖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交代卫福部约请各县市政府的社会局长，大家一起来商量，中央会把钱拨到地方，希望地方政府赶快作业，最快能够在农历过年前让低收入户每人700-500元，中低收入户每人500元的加发能够每个月入账。那同时，我们能够今年一年都照这样来做。